又请他吃饭，又送他货，那哪能行呢？这个他肯定要钱，我跟你讲。我不能叫他说，该说说，这个该说说，反正钱也不是大头寡的呀。4000块钱就是600多美金，我就收，我就100多磅货，100多磅货咱一数出来就是50磅，又是一箱货，对不对？一箱货咱一转手是1500美金，就是变9000。